要不然帮我分个类，就是看有什么就什么东西放在一起，然后我洗完给你一个，对，你往那边摆好吧。闷闷不乐的，一看就是小孩子。哎，那叹气呢，来点水吧。要不要帮个忙？没事，这就一个池。这里就一个池，人都不说不用，我这里只有一个池。要不要帮个忙？没事，这就一个池。来，贝贝，你就找一个地儿，你可以把它擦一擦，往里面放。哎，又下去了，又溜达下来了。所以你现在做自己品牌的话是服装类型的？我可以等一下告诉你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他不嫌尴尬吗？好尴尬呀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想你是打碟。笑死了。好黑的电灯泡啊。